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对不起，太激动我忘记了、啊、就是我们之前许愿念一万遍解结咒，如果完成之后还可不可以再许啊？当然可以了，念经是无止境的、嗯、谁告诉你不能许的啊？谁告诉你不能许的？哦，因为我是怕过量，然后那个还过量了、那个、你以为吃饭呢过量啊？哦，行，感恩师傅。智慧到哪里去了、就是、智慧嗯，师傅、啊、嗯，对不起。